月姐闺蜜为了赢这把游戏，用照片诱惑秦母川。Hello，Hello， 晚上好，晚上好啊。谁晚上好呀？你晚上好呀？晚上好。我是谁啊？好，他是谁啊？大哥晚上好。他是我最近一直玩的一个陪玩。打什么？好的，好的。跟之前一样吗？对，还是老规则吧，一个人投100，可以吗？乔乔，跟你讲一下，大狗这是我好朋友啊，我的现实朋友，玩的特别好。现实朋友吗？对，玩的特别好的，我闺蜜。什么？一个人投100？可以吗？啊，这多没意思啊！玩点别的呗。还有可以啊，你说，随便你，看你想玩什么。你看，马上圣诞节了，我想要那个海蓝之谜套装，我们赌这个呗，怎么样？小问题 ，OK， 随你，你开心就好。那可以吗，大狗？啊，大狗行不行？我随便，我听你的，你别问我。OK， 九月好好打哦。好的，小姐，等会儿看我发挥。那怎么样算赢啊？行，那我们就三局两胜呗，看谁人头多。就是三把人头加起来吗？然后谁多谁就赢了是吧？哦，那三局两胜的话，乔乔应该是一把比一把，一把一把的比。然后三局两胜，一局一局嘛，就这一局看谁人头多谁就赢了嘛。哦，也可以，三局两胜，好好好，行行行。海蓝之谜守卫战，好，谁冲了？笑得头皮发麻。很厉害，那肯定啊，怪不得月月你喜欢跟他玩，确实厉害。我也厉害，我是为了救你，我也厉害，只不过没打到人。对对对，你也厉害。好，这个雷把我给炸了，是不是怕我抢你头啊？然后你直接把我给炸了。他本来就往里面丢雷了呀，那你的意思是我会接雷了？你会接？是接的挺好的呀，大狗，那个我要去接一个比较重要的电话，你先打好不好？我打完了，我微信给你讲。哦，可以，那我一打二呗。对你一个人打他们两个，我去接个比较重要的电话，很重要啊，这个电话我要先去接。那个巧巧，你们先玩啊，我等会过来。好的，宝宝，你去吧。没事，我有自救。还有一个老六，不知道位置，没露过。不发挥，当我是病猫啊！啊！大狗，我加你微信了，你同意一下，大狗。你怎么加我微信啊？月月给我们不是拉了个小群吗？你怎么可以加他微信啊？通过一下，大狗。有什么事儿？你先通过嘛。你说呗。你看你什么态度呀？加你微信你就通过呗。操，找不到。我们乔姐长得又漂亮，又好。哪里有自救啊，兄弟们？是你的荣幸啊。啊，我加不了你，你怎么还设置了隐私呀？这加我干嘛？这他妈出不去又出不去。哦，出来了。我这边打了个面对啊，这还不是这是。我关了。你叫什么？好，我关掉了。我加你了，我叫乖巧，我加你了，你看一下。行，我同意了。怎么了？可不可以给我放一下水嘛？让我赢一下嘛，行不行啊，大狗？大狗，你看一下信息，我给你发了，你看一下。一把游戏而已嘛，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没那么简单？什么为什么呀？你让我们赢一把又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有些话刚刚月月在，我不好意思当他面讲。他不像你看到的那样，月月。那他什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月月平时很抠的，你不要被他表面
给迷惑了。抠。平时我跟他出去都是我花钱的，他送我的那些礼物都是他不要的，根本不是想要送给我的，你知道吧？他抠吗？嗯。他平时真的挺抠的，他其实没啥钱。哎呦。讲这次这个海蓝之谜这礼物其实本来就是我应得的，我只是不好意思说，就说用这种方式要回来。他送我包，我跟你讲都，他送我包都是他背过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真的不好意思说他。能不能放个水让我这把赢啊？这把放水，放个水让我赢了呗。我跟你放水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加了三好处。你找我谈条件，肯定是你自带诚意啊，还让我说啊？哎呀，大狗哥哥，就放一下水嘛。你别笑。你这局放水让我赢了，我做你女朋友怎么样？六六六，我不比月月差的，真的，我不比月月差。你可以看我朋友圈，这么随便、啊，很多人追我的，我。这怎么什么叫随便啊？我乔姐人长得很漂亮的，声音又好听，有颜又有钱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朋友圈，啊、真的。六六六。不是我说，我本来长得就挺漂亮的，追我的人也挺多的呀。那你这就搞上我们要到做我女朋友了？你这么随便的、啊哎？你怎么？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说我乔姐这么厉害是吧？声音也挺好听的，干嘛？我做你女朋友你亏吗？你怎么这么不愿意？我呀，逆天真的，行不行嘛？你给我放下。我怕你。我怕我做你男朋友之后，我的头发跟这个草地一样绿。怎么可能，我不是随便的人，真的，我只是想把自己东西拿回来，而且说实话主要是觉得你也挺不错的，做我男朋友也行。我怕你要是做了我女朋友，真的，我头发跟着比这草地还绿。哦，乖乔姐，乖乔姐，做你女朋友是你的福气，你别不知足好不好？我都想，但是我不配。你不配啊，你也知道你不配。你配，你配，你怎么不同意？放个水怎么了？那我不想同意啊。为什么不同意啊，大狗哥哥？哎呀，我操！你再叫两句我，你再叫两句我听一下。大狗哥哥，好不好嘛？给我放放水。我都看不下你了，大狗这样子。没听见。大狗哥哥，我给你发点朋友圈看不到的图吧。哎，不要乱发哦。别看点看不到的照片。哎，不要，这个哎，发发发。乔姐，我可以看吗？我也想看。你不配。哪一种啊？别吵。拿这个烤鸭嘎嘣。把牛逼打在公屏上、哦！大狗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我刚刚太猛了，哎呀，你就让我一下嘛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这个不行。你再求我一下，我考虑。哎呀，那我再给你发一张照片吧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刚刚那个你不喜欢？你不要这样子诱惑干部，你就这样考验我的。再发一张给你看。那你发吧。这个你肯定喜欢。你发呀，我看一眼。这个舌头。啊，不要死了。他不会。牛，太帅！
正能量哦，正能量，正能量。哦、大狗哥哥，正能量直播间现在80万人，厉害了吧？大狗哥哥肯定会让我的，肯定。给我放水的，对不对？我什么时候说给你放水的？等下就跟月月，你等下就跟月月说，就把我们赢了。你照片都看了，你不认账是吧？那我看了照片，我也没有说要放水。看了就要，看了就要负责呀，哪能随便看的？在乱说什么？完了完了，哥！哎呀，哥！哥哎，义父爸爸，嗯，大哥，我给你转，我微信给你转10块钱，你别扑我行吗？你怎么这么可爱？行不行，哥？你说话，我微信给你转10块。这一队最后一个了。哎呀，好。刚刚那个大神下头。说好了，大狗哥哥。没有说好。说好啦，谁跟你说好了？那这把我是，那我走还是不走啊？不走啊，我们三个玩呀。啊？干嘛走？那他不打了。我们三个玩呀，走什么？月姐怎么说？我再打一把吗？还是说你等你？不用问，他还没好，他好了自己就来了。我们三个玩一下嘛。怎么了？他不在，你更好发挥是吧？干什么这样说，宝宝？嗯。我不管你看的照片，我不管，还没好呢，是吧？我就说，开一把，这把你就让我赢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，大狗宝宝。造孽呀！月姐哭了，被闺蜜背刺。一会儿月月回来，你就说你输给我们了，不就可以了吗？你不行吗，宝宝？我考虑一下。不要考虑，为什么还要考虑？大狗，你看，你照片也看了，宝宝也听了，你就让我们赢一把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你要是同意了，我还有更好看的照片可以发你哦，宝宝。什么叫更好看的？就是更好看的，比我刚刚发你的还要好看。我认识乖小姐这么久了，我都没见过。我还诱惑我？你就说你想不想看嘛？别要诱惑我，你不要诱惑我，知道吧？没有用的，你不能这样子跟月姐，听到没有？你就帮帮我嘛，宝宝。我跟你讲，月月之前送我的礼物都是 A 货，我上次找人鉴定了，那个包包根本不是正品。我送他的手链可是正品，几万块的手链，所以我就想让他补我一个海蓝泥，那我也不过分，对不对？是吧，宝宝？你就帮帮我嘛，宝宝。我跟你一起。哎，倒了。牛啊！我杀人你很牛啊，没有，我杀人很牛是吧？行，那我多杀点。很厉害，但是不行，你不可以再杀了。不是，对呀、啊，你照片也看了，你宝宝也听了，你不是说好放水的吗？我怎么可以？你说了要让我的，我不，你说了。不是。你给我看，是你给我看，那我也看，那我也没有答应说要给你让。看了就是答应了。那你又没说，你出尔反尔啊？那我不看了。哎呀，那你都看完了，你让我一下又不会怎么样，你就让一下嘛，宝宝。不行，会怎么样？好不，不会怎么样。会怎么样？这宝宝，怎么样？宝宝长。那你说，会怎么样？让不了。你怎么不识抬举啊？你这个人，这宝宝长宝宝短叫的，我都心动了，我都心动了。你怎么射至头上一把刀，知不知道，兄弟？能跟你处对象是你的荣幸啊！要不是我乖小姐很有实力的，长得又好看，我都说了，以前我要跟他处对象，说不定我头发都比这草原绿呢。我也不是个随便的人。你小子不识抬举。乖小姐很有实力的，我们都巴不得跟她打游戏。绝了！那你打呗，我不稀罕。很有实力的小姐姐，你是有多少实力啊？有颜又有钱。
我这里有物资。有多有钱啊？反正以前经常找我打单，然后一打就是一晚上，还送单之类的，蹭的还挺多的。要不是这几天，啊、嗯，然后呢？什么几十块？什么几十块、几百块？要不是因为这几天，你看着他跟月姐说要他送什么礼物什么，一个是他应得的，要不是他这几天就是卡什么限制之类的，找我们打游戏根本这些礼物不需要找别人要的。卡都限制了，那消费多少哎呀？还限制了呀？那消费还限制了呢，还能限制吗？这东西几十万吧，要不然也限制不了呀。几十万就能限制了吗？根本都不需要。你知道那叫沸羊羊啊你。如果不是我最近真的卡限额了，我是没想过要让他还我的。银行卡为什么会限额？刷太多了呀。刷什么呀？刷爆了呀。什么刷爆了？刷多少钱？买东西啊。一个月能刷多少钱？能刷爆啊？你猜。你猜我怎么、啊、你问那么清楚干嘛？你又不做我男朋友，问那么多干嘛？我觉得你这个限额是不是没钱啊？感觉不太真实、啊、我都不会限额，为什么你会？买太多了就限额了呀，这还不简单吗？那我也买了很多，我怎么不限、啊、那你买了多少？你跟我说说，你这个月刷了多少？我这个月刷了5000块钱。六。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是吧？你觉得是就是咯。我自救。前方有危险。23个，23杀。你有病！游戏比我打得好，但你也不用装呀。作为陪玩，你也不用装呀。不就是为了挣俩钱吗？你装什么？你老是说我装是干什么的？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好笑，我操！那你挣月姐的钱，你一个月跟月姐打多久？能挣月姐多少钱？月姐一个月给我100万。还100万？他有那个实力吗？送个包都是，送个衣服都是二手的，都是 A 货，还100万，也就你信。大狗，你要真有一个月100万，你一个月消费5000，你卡就限额了，那你真的消费不起吗？你别说话了，你说什么笑的老子？哎呦我操！我真有，我真不骗你。一个月，他真给我这么多。一个月挣的钱，一个月挣的钱够不够我5块钱一天挣的？他一天消费的都比你一个月挣的多。啊？他一天消费比我一个月挣的多？啊？他一天消费最起码几百块吧？几百块？几千块吧？哎，想笑。要死了！还走 K 玩？你老是在给，你老是在这里给我。你一个月能不能还消费5000？一个月能不能挣5000？什么人啊？一个月一天消费顶我一个月，我操！后悔了吧？听我一说，一个月人家一天消费的比你一个月挣的多。太恐怖了吧！太牛了，你这后悔去吧！我月姐，我乔姐生气了，看、啊、不给你机会了，宝宝长宝宝短的。你一天消费几百块啊？我一天就赚几百吗？这看不起人啊！你一天能好被雷了。哎呀，我操！喂喂喂！Hello， 打完了吗？我刚忙完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宝宝，不好意思。你宝宝打得好厉害，大狗，我们赢了吗？我们赢了，你们赢个屁，你们赢，我赢了。你刚刚在游戏里怎么说的？没有啊，我们赢了呀，什么鬼呀、啊？我把战绩打开，月月宝宝，我们赢了。别听他乱说，他没赢。刚刚你走了，他说要跟我处对象，我不愿意，知道吧？他现在就在这里耍赖。这样子吗？不可能啊！我他是真的狗。巧巧，我了解他，不可能，好吧？不可能。你不相信我说的吗？我相信你，我跟你是好朋友。我会骗你吗？你说的话，对呀、啊。我知道啊，但是大狗不会的。
不会的，乔乔，大狗不会的。他可能是说什么话让你误会了，他不可能的，放心，不可能的。月月，你刚刚得亏你不在，你不知道大狗说什么，他问我乔姐长得漂不漂亮，还给他要照片，还喊宝宝。哎、哦，他可能要照片，我信啊，这。我们大狗就是喜欢要照片，这我信啊，但是前面的话我不信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不可能好吧，而且我觉得我在跟乖小说话的时候没有你说话的份吧，你竟然插什么嘴。月月你信我，真的，大狗真的说了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呀，不想说什么。大狗在吗？大狗我在啊。怎么了？这是历史战绩我开了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自己看一下上把谁赢了。哦，你杀这么多人啊，好厉害。他让我那个什么，他让我故意那个说我们输了，然后他们赢了，让我战绩不要给你看，然后给我发照片问我处对象。你乱讲，我真服了你。有这回事吗？你真有劲，这个人。有这回事啊？你听他瞎说，月月。他给我发了两张。有记录吗？他不信我吗？你们那么长时间姐妹，你不相信乖乔姐说的话吗？可是我看到记录了。月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？大狗刚刚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两个照片，然后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你给他送的礼物是二手的，你用过的什么的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送的 A 货，然后送的是二手的，说他限额了，不然他就自己买了什么什么的，哎，就这么说的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？等会儿，巧巧，你知道我干嘛去了吗？你干嘛？你想不想知道我干嘛去了？这局游戏我不管输赢，我给你挑礼物去了。我接什么电话呀？我在给你挑礼物啊！你就别装了，挑礼物。我每次买的东西，买东西都买二手的，你搁那装啥呀？你给我闭嘴！有你说话的份。什么？我搁那闭嘴？你那点事谁不知道？买东西都送二手的，送个包都送过二手的。巧巧，我每次买的，上次那个爱马仕的包，我刚买来，在手上还不到十分钟。你说你喜欢，我马上就给了你，这叫二手。我在手上还不到十分钟，我就给你了。你说你喜欢，我就给你了，不是吗？那不也是二手的吗？我去年过生日，你给我的那个手链，我去年过生日你给我那个手链，巧巧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给我的那个手链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因为照顾到你的面子，我没有说出去，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说，那是个假的，我觉得是你被骗了，所以我才没有说。装啥呀？还搁这装呢？装，继续。你滚犊子吧你！你还翻脸了，恼羞成怒是不是？还不让人说话了？巧巧你自己说，你扪心自问，我对不起你吗？只要有限量版的包，你喜欢的，我都会去想尽办法给你找来。你说是二手，那不是 A 货吗？你听谁说是 A 货啊？我听乔姐说的，你听我乔姐说的。那花了我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说什么呀？就 A 货，知不知道？你别月月，你别假惺惺了，你就是想从我身上找优越感呀，不是吗？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你的朋友？不就是把我当你一个小跟班吗？你有真心把我当过朋友吗？哪次出门不是我跟着你？是我对你太好了，是我对你太好了，乖巧，是我对你太好了。哎，你可别这样说了，真的，这样就没意思了。他们总说我就净跟着你，跟你小跟班，就像你一条狗一样，整天就是跟在你后面。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过，我把你当朋友的。我哪次出去逛街不带你逛专柜啊？我什么东西不给你啊？你为什么这样子啊？你不就是想用点小恩小惠收买我吗？用我来衬托你有多优秀，你对我有多好，你这个人设有多棒。六，你让我无话可说。你就别给他装了，还六还八。又轮到你说话了，你让我真心很乖巧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关系也没必要继续了，没有必要继续了。以后所有的东西我们各走各的路，删了吧，拉黑吧。很好笑，今天晚上这个游戏我就没当真，不管我输还是赢，我都会把这个礼物给你，你自己看。这是我买的账单，我发给你，看完之后直接删掉拉黑。我该做的都做了，你把我删了吧，我现在就已经把你拉黑了。你看完账单把我删了吧，东西还是寄到你那里，我不会退款，你放心。哎，东西哎，等一下，月月，那个既然拉黑了，东西就要不给我吧。月月月月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。月姐，对不起，月月，我替乖巧姐姐跟你说过对不起，你别生气了。我哭了，哎，月月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们两个牛马，知不知道？大狗都，你个牛马都怪你，你刚刚要是，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让个屁呀、啊！你这个牛马刚刚怎么说他的，现在怎么又说又哄他，什么意思？我先出去了，好，不管你了。什么？宝宝？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早点休息，大狗，早点休息。
花了点钱看清楚一个人很值得的，知道吧？我没关系，我没事，我不是在乎这点钱，我只是很可惜我这有钱。没事，人一生中会遇到非常多的人，他只是你的一个过客，也不用把他放在心上，好吗？好。就比如说你之前有陪玩，然后过了段时间又有了我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一个过客，知道吧？你很会安慰人，我知道。他有什么深情入对啊？月月，大狗你别讲话。月月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替怪乔姐对你说句对不起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是听他说的，我是听怪乔姐说的，你给他送东西什么的都是假的，都是你用过的，那我也是听他一时说的。要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喊我打游戏，可以点我打游戏啊！我打你个香蕉皮，听不见？你是个钩子，滚蛋！现在立刻滚蛋，懂吗？我让你滚！滚！月姐姐，赶紧道歉了！滚！好好好，我平复一下心情就好，没事。没事，想哭就去哭吧，好吧，大哭特哭。没事没事，我不可能会哭的，放心，我只是心情低落了点，我不会哭的。没事，哭就完了。没事，知不知道我？就在我这里哭，现在立马给我哭！我不可能会哭的，好吧？给我哭，知不知道？你干嘛啊，大狗？哭吧，不是罪，哭吧，没事，直接哭，我听着。哭不出来，我不会哭的。哭，我让你哭。我不会哭，你为什么要我哭？我真的受不了。啊，不哭。你真的给我整笑了。不哭那就好吧，那不哭那就算了。你太可爱了，大狗。我让你哭不哭，那不哭就别哭了吧，好吧。我不哭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哭？嗯，好好好好好，那你就不要哭，知不知道？那我走了，你自己哭一会儿吧。嗯，你走吧，你去休息吧。别哭啊，真哎呀，完了，真哭了，我去。别哭啊，宝宝。哎，算了，哭吧，哎，哭一会儿就好了，早哭晚哭都得哭了。没关系啊。我去休息一下就行。我听你哭啊，你哭完我就。我不想在你面前这样子，我不想在你面前这样。没事，我一直是个很要强的人，我不想在你面前这样。没事啊，明天。我跟你说哈，每一个人的最脆弱的一面，都是在最喜欢的人面前展现出来，知道没有？谢谢你啊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谢谢你。谢我。嗯。这么简单啊？谢谢你，宝宝，有你真好。等一下，没听见。我说谢谢你宝宝，有你真好。哦，